《环中》呢？因为关羽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强力辅助来使用啊，而环中基本也只能输出了啊。如果想玩大集市或者青州兵的话呢，用马某啊也是可以的。赵云老搭配啊，破阵加锁相，那当然了，看菜吃饭啊，用其他兵刃伤害的技能啊也是可以的。关羽奇迹良谋加青州兵，关键是啊全速度加点啊，放弃输出而走极致啊，先手威震华夏控制，并且极大发挥奇迹良谋的 debuff 啊，这个全速加点啊太妙了啊！关羽兵书特意点出了百战啊，增加威震华夏的几率。等以后有了武器武圣啊，一定也要带上啊。而张飞则带圣器加横扫千军啊，哎，绝配了啊！赵云和张飞的兵书都点出了神机啊，能先打掉对方的一点兵力啊，太重要了啊！技能兵书啊都很合理啊，那么实战如何呢？我们战报说话。这是一个一挑二的系列啊，第一场我们打赢了啊，但兵力优势很大，不算。第二场打平了啊，我们是白板啊，能打出这个效果啊，也可以了。这一场打的是低配的魏法奇啊，我们兵种克制啊，不算。两次威震华夏，五虎三人啊，分别输出啊，都很不错。这一场打的是蜀枪啊，赵云输出了15000，关羽和张飞输出也不错啊，这就是五虎的特点啊。三个输出点，运气好啊，谁都能赢；演起来，谁都能输，不稳定啊。这场打的是满红顶配的三世甲，虽然我们兵种克制啊，但四舍五入可以算。一样啊，三个输出点啊，关羽虽然全速啊，但这么多场战报下来啊，输出还是很稳定的。这场打的是满红蜀之志啊，算不算？哎，你们说了算啊。这场打的是配置比较怪的蜈蚣啊。结果令人满意，这场打的是满红风使阵的碰瓷旅啊，完败，直接被秒了，技能一个都没放出来啊。这场战报就很能体现五虎不稳定啊和脆的缺点了啊。总体来说，这对白板五虎的玩法确实可以参考参考的啊，投入不大，能满足很多人的情怀了啊，性价比很高。喜欢和力气聊天，每晚10点啊来 B 站直播间永久免费看好配件。那么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